唐轩，嗨，好，我们多多，嗨，好，我们今天默契的好像就，我们就出实体，你们同时回答最喜欢的乐团。OK， 一样，真的假的啦？最喜欢的歌，想他们歌太多了，每天都在听他们的歌太多了，选一个最喜欢的。不知道哎、欸、，OK Rock 太多歌了，不是啊，都很爱啊，你要不行不行，一定有一个最爱的，这样太偏心了，不行，你要选一个，我之前大神开过的。哎呦，开始给提示哦，可以这样给提示的。完蛋了，他大神没仔细听。这合唱的好不好？太明显了，靠呗。我们换一个鸟吧，这个太谁了。没关系啊，这个我会剪掉，我会剪掉。真的吗？你说合唱那个？哎，剪掉可以直接讨论了。如果一个很性感女生穿什么样颜色的内裤会最吸引你？我现在对台湾女生都无感。对吗？我现在没办法，就是有任何兴趣。看到女生第一眼看哪里？不能选脸哦。腿。那不是脸的一部分吗？那差不多、啊。哎、啊，你是腿，你是腿哦。那差不多、啊。你讲腿那我差不多、啊。不是、啊，干这段不能剪，这段不行。半天，我现在才录四题，然后剪掉三题，这样笑。最喜欢的动画？进阶巨乳。进阶巨乳，口味那么重啊！如果你今天要挑一部片来看，好好犒赏今晚的自己，你会先看那个女优的哪个部位？三、二、一，眼睛。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看这个片是看眼睛的，所以他如果露出其他地方，你就用手挡住啊，看他眼睛这样。他都把衣服脱掉就把他挡住，只看眼睛。所以我不一定要看 A 片啊，我随便看一个东西都可以有反应。你看到眼睛就有反应、啊？我看眼睛就有反应。不能见，还有不能见。不能。如果现在你一定要打一个 YouTuber 一拳，你会选择打谁？很做作。录起来了。这个真的不能剪进去，他很恐怖。该每个都不能剪。你要不要写一首歌 diss 他？不要。被保护吗？我都知道你。知道消音吗？是没他。不熟的会叫我多多，熟的就叫我多多。跟假婚吗？好吧。好，就这样，大家去支持他们一下。然后4月11号，我们直接在活动表演现场见。结束之后，大家有空都会跟你们拍照，现场遇到都可以拍个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要到时候说，我头发很乱，现在不行了，会不会坏掉？会，头发也会坏掉。